这是一位瘫痪病人每天看到的世界。要有人帮忙转个身，他才能看到不一样的景观。来，要拿这个哈。在马来西亚，每10万个人就有67人中风瘫痪，这还不包括因车祸而瘫痪的个案。以前他连开都不能开，现在都可以握住了。瘫痪后的长时间躺卧，在缺乏照料的情况下，容易引发肌肉萎缩和褥疮等问题，严重的甚至导致死亡。如果没有及时医，有时候败血症会导致生命危险。然而看不到尽头的重生之路，除了庞大的医疗费，病人还要面对一连串艰辛的复健与治疗过程。放下来一点点，放松，也是生与死的拉锯战。他开刀过后讲办，还有那个孩子还小，2年级而已。帮助瘫痪的贫病个案找回健康，是他心中最大的愿望。如果我是一个医生，我帮不到他，我觉得我很没有用，我很无能的一个医生。领不到半毛钱，还要花时间自掏腰包上门提供网诊服务，他到底能帮多少人？我已经是一个专科医生，我为什么帮不到他？每个人心里都会有那一个刺。面对种种挫折和考验，他如何擦干眼泪继续上路，抢救岌岌可危的脆弱生命？这里是新山的一个中低阶层社区。新山慈济文艺会正为当地居民举办一场义诊。买一个家里量血压的，早上量，休息一分钟再量多一次，你一定要去做，然后自己在家量，你在家量了，你才知道血压不会高。这次的义诊活动主要策划人之一 Dr. Chua， 中文名叫蔡美平，特别从医院请假来服务当地的乡亲。今天的义诊是社区的一个爱洒回馈给这里的居民，因为他们已经在这里做环保已经差不多要20年了。这里的居民很多都是老人家，而且他们都有糖尿病啊，有血压高，不过都有控制得蛮不错的。啊，安哥，早上好，来。说你有在吃什么药吗？只是胆固醇罢了哈。蔡美平加入慈济文艺会已有13年，毕业自印度芒格洛尔的一所医学院，他的专科医师培训在马来亚大学医学院完成，曾经在吉隆坡中央医院实习，以及在麻坡专科医院任职，如今是新山一家私人医院的内科专科医师，拥有21年的行医经验。照样跟你办出院先，不过我会看他的那个报告啦。哦，他现在是没有发烧了哦。我看我会安排一个超音波扫描哦。态度亲切，看病认真，蔡医师仔细记录每一位求诊者的病情，尤其是阿公阿嬷，他更是格外用心。不少病人选择让他看诊，人多的时候，他连用餐的时间也留给了病人。在呀，多好对，你帮偌济水，你都爱啉偌济水。你看你即阵哦，愈来愈大了，嚼嚼咯，吼，都爱啉较济水，会使不？我先不会搞水。我的老师曾经说过，就是病人就是我们的书本。对，其实病人的病症，就是他会全部讲出来。但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能开口跟医生讲解自己的情况。那我安坐不？你吃饱不？美平不时会接触到一些中风病患，不止长期卧病在床，也无法正常表达。听，放轻轻。
加爸爸。加爸了啊。这位高龄90多岁的爷爷，3年前因脑中风而瘫痪，得完全依赖旁人的照料。在看完院内病人后，换上制服的蔡美萍利用休息的空档，义务为慈济长期帮助的瘫痪个案提供居家网诊服务。哎，阿弥陀佛，走走走。哦 ，OK OK。假山师兄，我都出来了，我都出来了。哇，看眼睛开大一点的哇哦。二度中风的林雅山，过去是一名巴士司机，因操劳过度，在一次工作途中突然中风，倒地不起。其实给第二次血管爆的脑中风的病人可以算是一个奇迹，因为当时院方就已经跟雅山师兄的师姐说，叫他把他带去，因为不可能再生存下去。所以当我们接到这个个案的时候，觉得这不只是换一个胃食管，而且我们可以帮得更多，所以就从那边我们就配合营养师增加他的那个营养，因为有足够营养免疫系统就会好，然后就是有带进来那个物理治疗师，然后就叫雅善师兄的太太复健，因为有复健才有进步。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生命延续下来，而是他整体的一个进步，就是包括他的那个肌肉的有在增加，就是我们有给他足够的营养，那他也没有说瘦下去，然后他皮肤也更做好。最重要的是他会要求的，比方说他肚子饿，他会出声音说他肚子饿，他会要求食物这样子。他的手啊，他的脚以前就是很僵硬的，现在都很软了，而且他已经可以坐，虽然不是说可以坐很久，不过起码可以坐，然后他头也可以开始抬起来，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不只是眼神会动，连头也会左转右转这样子。在这之前就是完全根本是不可能给他坐上来的。原本几乎被医院放弃的林雅山，在社区志工和慈济文艺会医疗团队的努力之下，奇迹般的活了下来。我每天都会跟他做物理治疗，会跟他做运动啊之类啊，然后跟他骂声，跟他冲凉，跟他讲话啊。医生说给他意志力比较强啊，都会在他耳朵边会讲话那些咯。他都有感触到了，可能他也知道了，所以他也慢慢好起来咯。其实不要放弃任何生命，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无价之宝。虽然是第二次的中风，可是不代表他们没有希望。如果患者今天是我们自己的亲人，我们要放弃吗？我们是不会放弃的。即使他们中风在床，只要亲人还在，那个就是希望。蔡美萍继续前往下一个家庭。Hello， 阿弥陀佛。腿好掉了。这个 OK， 好。这块好掉了。躺在病床上的是42岁的杨姓小妹，她因不足月出世，影响到脑部发育，饮食起居自小就无法自理，得靠父母照料。这个已经干了的，她去跟报已经干了的。干了的，他滑滑就可以了。他现在是这，因为太过热了。是吗？你如果要他好，你也是要喝酌一下哦，不然我们，我觉得这一次很瘦嘞。我瘦啊？你瘦，他也瘦。因为我晚上要照顾他。现在他水泡已经没有了，干了。现在他的是热肺。所以才讲要放气垫床给他比较舒服。那他是一个老夫妻，70多岁了，这女儿之前都是蛮健康，起码可以吃可以坐，可是现在你可以看他就是躺坐，然后整个手都已经开始弯曲了，因为两个老的都没有能力抱住他出门去看医生，所以我们才第一次去做网诊。可是当我们做到网诊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这个不只是一个单单的一个细菌感染，整体的营养都很差，所以才导致这些一连串的一些细菌感染这样子。他越吃越瘦嘞，越吃越瘦，就是好像有点不大对了。没事啦，讲医生不用再担心我啦。为了让他能更快的吸收营养，加强免疫能力，
美萍建议用喉管喂食，但遭到爱女心切的杨妈妈反对。虽然你觉得放插管对你来讲是残忍的，可是你这样子给他没有营养，他可能更不舒服。叫我尽量给他吃多一点。他吃不够多，问题是你如果讲他吃一口就不要吃了，喂一两口就不要吃了，你要怎样给他吃多呢？我每一次看他，我每次心痛难的，因为我觉得我是可以帮他的。如果我是一个医生，我帮不到他，我觉得我很没有用，我很无能的一个医生。不是这样讲的，不是，我只是要让你知道，我知道我了解你做妈妈的那种心情，看到一只拜在那边，可是我没有想到这个痛只是短暂的，因为过后放了去，它有营养的，它就会有力的时候，我们到时候才奶出来，你再吃再喂它。我只是要求一个两个星期罢了，多一个月看情况怎样了，会怎样呢？你不用跟我担心，40年我都是这样养，我尽量的给他奶粉吃。我第一次来看他的时候，我其实很满怀希望，是说可以帮到他。问题是现在卡在他的妈妈那边，不放心以我们的方法去照顾他，因为毕竟他觉得他照顾他40年，他有办法给他好起来。所以不用紧，我们还是要有耐心的慢慢去给妈妈听，解释给妈妈听。尽管美萍的建议没有被接受，她还是打起精神到另一个慈济个案的家望诊。45岁的杨建宗因一场车祸意外伤及脑部而全身瘫痪，目前靠妈妈和弟弟照料。那个耳鼻喉的医生说，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有换一个那个喉咙的管，对不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换的是开的，没有关的。所以这次我们在手术有一个是可以关的呢，然后他没有呼吸困难，你就把它完全拿掉，因为那个是可以开关的。如果 emergency 它不能呼吸，你可以把它拔掉啊，中间它还可以呼吸。当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案的时候，病人的伤口很糟糕，那就有看到他的伤口就会有那个 maggots， 就是有虫，而且不只是一个地方，很多地方都有那种slough， 就是有脓。然后算起来大大小小的伤口，床褥大概有12到14个。他整个肉烂了。啊，这一天是肉来的啦，还是要剪刀吗？gluteus muscle， 真的很想啊，这边要剪掉。这个是马氏来的啦，这个马氏里面是新的，你一定跟马氏里面是马氏，慢慢来，马氏，这是马氏来的。虽然弟弟杨建荣为了全心全意照顾哥哥而放弃工作，但因经济并不富裕，加上缺乏护理常识，无法阻止哥哥身上的褥疮因长时间的躺卧而一个接一个的扩大和溃烂。他的细菌感染已经进入他的，不只是在皮表层，进入在肌肉，然后甚至有些地方可以看到骨头。我们尽量清除他外面的，里面比较深入的我们就请外科医生、骨科医生，就是专科医生刻意来跟他做很深入的一个清除，这样子。如果没有及时医，有时候败血症会导致生命危险。由于杨建宗的情况相当严重，蔡医师安排慈济文医会的护理师及复健师每星期一次为他清洗伤口及做复健。我们从医院回来，那医生叫我们自己带去小间的诊疗所那边，可是我们觉得很不方便，又没有车，我们就帮人家借车，然后过后就慈济那个师姐就来帮忙我们，每个礼拜来帮我孩子洗伤口，就从那时开始一路洗到现在的伤口都好很多了。我按摩啊，这个。你啊，有时你转身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做哈，不是这样随便打，旁边打，两个肺在那边。慈济文医会的护理师透过拍打杨建宗的背部，为他做肺部功能的护理，对，以帮他排出累积在肺部的痰液。他背好很多。最重要就是卫生，就是保持干净，他的伤口就很快就复合，然后加他弟弟更改善洗伤口的洗法，那他的那个伤口就更快好，然后再加上就是叫他们要定时做复健这样子。其实
建中他每一次来，每一次都会给我们惊喜，每一次来他都有一点的改善，不管是伤口的改善，或者是复健的改善，或者是眼神啊、心跳的改善，都每一次都会给我们不一样的惊喜。坦白说，单靠我们医生的力量是不够的，病人的意志力、家属的 support 是很重要的。107，兄弟啊，加油啊！拿上一点点，对，放下来一点点，放松。对对对，对了，没有像之前这样容易了哈，建中。再来啊，你放松，我打开啊，打开打开打开，你不要放，要拉回去先。的休假，美婷亲自下厨，为访客准备她最拿手的娘惹家乡菜。这是 salad， 然后这个是她的那个阿酱。开饭喽！开饭喽！哇！来来，放这边，放这边，放这边哈。我牛家菜，我从小我奶奶煮，我妈妈学。那我妈妈煮，我学。我们在家就是女孩子，就是要懂得做厨房的工。美萍的祖母是马六甲的土生娘惹，祖父则是来自中国福建的移民。在我脑海里，我奶奶是一个很慈祥的老人家，我从来没有看过她发脾气，也不会跟人家争，也不会跟人家讨价还价。那你说什么，她就怎样。所以她是一个很慈祥的一个老人家。她最爱吃巧克力。所以每次我如果去国外回来，我都会买巧克力给他吃，然后他吃巧克力，他就会一直笑眯眯，一直笑眯眯这样子。那我曾经也做过 chocolate fudge 给他吃，他都很开心。对，可是到最后的那几年，他已经不记得我们了。他就是跌倒过后，记忆就慢慢消退了。然后有一天就是突发性的，他就中风了。1/3的头脑都是血管爆，因为我本身是医生，我都知道这样子情况要活下去是很渺茫。到晚上，其实我父亲已经接到消息我奶奶没有了，可是他都不敢跟我说，因为他知道我等我奶奶。我公公去世的那几年都是我每个晚上陪住我奶奶睡觉，到我去读大学我才离开家，所以我跟我奶奶的感情是很好的。为什么我对中风的病人那么了如指掌，我可以把他们照顾到很好，因为是我们本身都亲自照顾他，所以我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所以当我看到杨建中那么无助地看着我们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奶奶好像她要活下去的那种眼神，觉得那种求助的那个眼神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所以我就说这个案子我们一定要做，而且一定要把它医到更好。在我奶奶去世的时候，那刹那我觉得我很无助，很彷徨。我已经是一个专科医生，我为什么帮不到她？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都会有那一个刺，因为毕竟这个事情是可以预防的嘛，中风都是可以预防的嘛。我每每看到很多老人家像我奶奶的时候，我都很难过，我都会说哎，你很像我奶奶，如果我奶奶在应该是很多已经90多岁了，所以我都会以一样的心情去照顾他们。所以我每次看到他们的时候，我说哎，你很像我奶奶，我很想念他。他现在背后比较 OK 一点吗？他的手是 OK 了的。杨小妹的情况在3个星期后有了改善。对，他的头痕那些一粒一粒全部不见掉了。哦，很好。The skin better。我们转身啦、啊。那些热痱好很多。对，热痱呀。掉了凉。我们早早就跟你讲哦，你每次都不要听。
因为你每次讲你照顾他三四十多年了，你懂他。我们现在有很多新的东西，哈。是这样，哎，我要这个是冷气，啊，水一点。冷气我就温温的啊，我就会上冷气，等下冷到咯。没有啦，我们都跟你讲是气床嘛，我们没有讲是冷气床啊，对不对？我们跟你讲是气床啊，啊。杨妈妈接受志工提供的医疗气垫床，杨小妹的背部不再因为湿热而长满了汗疹。第一，就是在皮肤方面就有很大的改善，那水痘的疤痕已经完全康复，然后那个热痱，背后的热痱已经完完全全的康复了。所以当你用真心去做，你不求任何回报的时候，他们的健康，他们的进步，那个满足是没有人可以给你的。哇，真的是越来越好看了，你看又有肉，哦，就是这样子咯，样子来说咯。可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压直一点啊，可以吗？一、二、三啊 ，OK， 嗯，很好啊，一下子啊。趁着母亲节、浴佛节和慈济日三节合一，杨建宗在志工和弟弟杨建荣的努力之下。终于在车祸两年后再次坐起身来，送给妈妈最好的母亲节大礼。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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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建宗也是要抱你一下啊，他也是要抱你一下，来啊，妈咪抱你来啊，要不要？要不要？嗯，嗯，抱抱，嗯，嗯，应该在这边会比较容易，应该，嗯啊，会吗？还是嗯，来嗯，他一直看哦，他看住你哦，金庸，哦 ，OK 啊，嗯，来，抱抱，嗯。哎，抱抱哈哈啊 ，OK 啊，嗯，抱抱妈妈啊，来放松放松放松啊，放松啊，抱抱啊。经过一年多的治疗，杨建宗在他的弟弟和母亲悉心照料下，身上的褥疮已经痊愈，体重也增加了，装在喉部的气切管也因他能顺利自主的呼吸而拔除。其实有做就会有感动，没有做就不会有感动，所以很多东西你都要自己亲自去做过了，你才会感动。我可以分享我的故事给大家听，可是我觉得你要去做，你不去做你永远不会感动。